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视频教学。今天我们将结合游戏征服，告诉大家中国功夫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。今天我们讲的主要主题是太极的攻击教学。下面进入我们的教学。我们今天的竞技教学的第一个动作是玉女穿梭，游戏中的二刀连攻源自于此。下面请看游戏中的视频。穿梭是一个既可以进攻又可以防守的动作，它主要的这个防守是左手，进攻手是右手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动作，在进攻之前，首先看一下哈，这个左手有一个旋转的动作，它这个手腕可以抵挡对手，可以把 对手的这个手腕或者是手臂的关节处把它给制住，旋腕内扣之后，左手呢是往头上架，挡住对方，这个向你的头部进攻的动作，从下往上架，这是一个架掌的动作。在架掌的同时，在对方还没有反应过来的同时，右手从中间悄悄的进攻。这个时候进攻的手是推掌，从胸前向对手推出。这是右手是进攻的动作，左手是防守的动作。当他的手击到我们头部的时候，左手架，架的同时，记住，大家要记住，架的同时，因为这时候他才没有这个反应的这个时间啊，架的同时进攻，推到他的有效部位，使他失去重心。今天我们教学的第二个动作叫进步斑斓锤，游戏中的旋风源自于此。下面请看游戏的视频。现在我们讲解一下进步斑斓锤的，从前面这个动作开始，前面的两下是插掌，位置是插对方的腹部，力量在指尖啊，从中线，从它的中间的部分进行进攻，前面两下都是插掌，大家感觉一下哈，这个插掌的动作一定不要光走手哈，手的力量是有限的，大家一定要用腰的力量，腰是身体最粗壮的部位，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腰要送出去，穿，大家看腰的力量要用出来，啊，第三下，大家看左手有一个防守的动作，把对方在进攻过来的手反腕抓住，然后右手再冲出去，你这个手抓的时候可以把它拨开。这个左手防都可以哈，你看在旁边也可以，放在这儿也可以。大家再看一遍，进步斑斓锤，一定要把这个进步哈，这个力量可以加大，通过进步的力量可以加大，一下，两下，压掌，冲拳，他推掌，我们穿，这个时候他向后退，防御继续，他以他的进攻来防我们这个穿掌，我们再继续往前穿。这个时候他继续进行进攻，我们进行防御压掌冲。